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棒。Hello。Hello，保护队。Hello，宝特瓶。Hello，大家。刘海。你知道我最近剪头发，我最近剪刘海，可是我还是要把它拨到后面。今天的妆感比较成熟，是吗？有吗？其实我每天的妆都是，我每天用的化妆品都是一样的欸，还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有差别？还是因为我画的比较浅，或是比较深，或是颜色混的比较不一样？今天超准时，刘海可以放一两根。我现在没有那个夹子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或者这样。因为我声音才剪，所以他还没有习惯，所以他还是会有点中分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剪刘海的桃花运变好了欸，走在路上会有人那边跟我要 IG 或者要 LINE， 我就傻眼。今天好好看，谢谢。今天造型很美吗？你们喜欢吗？因为我发现好像男生都很喜欢刘海，可是我问我弟，然后我弟也说我有刘海比较好看。老板，我刚刚去买那个晚餐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半熟蛋，就是那种蛋是可以压碎然后爆出来那种，然后就是在里面，然后要把它压碎，然后就变黄，啊，你们看不到，好吧？但没刘海的玲玲也喜欢，玲玲剪刘海，明日。头条新闻。其实我昨天就剪了，只是我昨天没有剪。可是因为公事，所以还是要中分。谢谢北原神奈送的星之冠。这样好看啊。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就是剪头发会变得比之前还要更丑的人。就是我是那种如果因为我对头发有点龟毛，就如果要剪的话就是要剪得比上次好看，所以我就不敢剪太丑。然后那个设计师快要崩溃，因为这个设计师是我从国小五六年级吧，还国一国二就开始用那个，就是给那个造型师剪，然后到现在都给他剪。没刘海，玲玲也是没，谢谢。比较湿是什么意思？我爸说就是我有刘海的时候很像邱淑贞。有吗？你们觉得有吗？你们觉得我有像吗？我觉得没有啊。你觉得我有刘海像他吗？国小就指定的造型师，应该是说
间理发院就是我在我家附近，然后那个造型师就是里面最资深，算是资深的。然后我妈给他剪，我婶婶也给他剪，我姑姑也给他剪，就是等于说我全家很多女生，就是家人都是给那个造型师剪，所以就是等于说给他剪是放心这样，就给他剪放心，有一点点像，有几个角度很像。应该是说，就是应该说我因为那个刘海是空气刘海，就有点像那种80年代那种感觉，家传造型师，你没有那么夸张。我现在高一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升高二了，你知道我听很多人都说高中生最漂亮最爱漂亮的黄金时期是高二，所以我很怕我开学会就是在那边照镜子，然后在那边绑双马尾，我今天要来绑双马尾，好来绑双马尾。看那个雅恩前辈，他也绑双马尾，他说：“好，那我要学他。”而且要生日了，对啊，我这是送我生日礼物哎，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这发型是送给我自己生日。现在好幼气哦，变成幼稚人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。你们喜欢双马尾？我问你们，为什么那么喜欢双马尾？到底？可爱，问号哎，到底要多可爱？我每次都绑不对称，然后怎么样才能绑对称？这样。突然干嘛？因为我今天看那个雅恩先被绑，所以我就进来就被暴击了。哎，你这个车，这样有没有很不凛凛啊？哦，好害羞。是因为我没有整理，
所以因为我没有烫卷，所以没有我，因为我没有那个电卷棒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带出来。但我的分线真的很明显诶，我可能等下就要把它拆掉了，我等下就会拆掉的东西。刘海比面面整齐很多，我等一下就会把我的，我等下就会把我这个拆掉了，你们放心，很可以吗？你们喜欢是不是？你看看这个决定公式。那我如果绑着去学校会怎样啊？我觉得如果绑着去学校会太招摇就是可能会被别人骂吧。谢谢保护队送你这样的手部。对啊，我这样年纪看起来要更小，因为我觉得绑手马尾很有气。你们觉得如果绑着去学校，老师会怎样？问林今天吃到什么？吃错药吗？好丑。现在小五八岁，你说10岁吗？那太小了吧！好像日本高校女生的那种运动服的妆，运动服吗？好了，我可能吃完就要拆掉了，好害羞，好害羞哦。玲玲会变目光和焦点。双马尾是有年龄限定的，那我这年龄可以吗？会太大，不要猜，不要猜，确定不要猜，因为我自己看着不习惯。先截图吗？好，截图。我刚刚有自己截图，我刚刚有自己截图，我刚刚自己有就是刷下去，可是我想要这样子，你们，我想要那种托腮的感觉，可是我不能自己截图，你们可以传给我吗？就是你们帮我截图我托腮的照片，然后传给我。好了，快吃饭。我想要。哦，我没有接到那个薪资罐，讨厌！哇，无双马尾玲玲，我觉得等下进来的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双马尾玲玲，谢谢小杰送的玫瑰。我觉得面面前辈长双马尾很可爱。昨日是性感，今天是可爱。我没有，我等下可能被拆下来了。多换造型可能有无限可能，截到手机没容量，也太夸张了吧！
太夸张了。心之管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尝试很多风格的人，就是我可以可爱，可以性格。不然我们来试一次啊！看，这边是性感好，然后这边是可爱。我这说好讨厌哦。这一撮好讨厌，这是性感，然后这是可，是不是天使？天使然后恶魔，有没有？可以性，恶魔等于性感，这边是性感，这边是性感，有一点点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可爱的恶魔。我觉得不是双重人格欸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单纯就只是单纯就是可以尝试很多风格，对，没错。右边是成熟，左边是可爱。开放投票，天使加一，恶魔加二。哎，有人说要投票，有人说要投天使还是恶魔 ？Angel or devil， 是吧？我没有念错吧？英文是这样吧 ？Angel or devil。我来看一下你们投票。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你们等下投票哪一个比较多，我就放哪一个，然后绑哪一个。我看一下，天使的加一，好像是可爱的比较多，可是又有人投二，好像平手哎。如果平手的话，就代表说我可以可爱可以性感。现在保护队送的剪刀手布，那你可以可爱的造型，恶魔的个性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可爱的造型，然后恶魔的个性，我想看恶魔的个性哦，恶魔的个性，我要怎么用恶魔的个性跟你们直播？你们有看过什么恶魔的个性直播的吗？没有吧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黑轮，好烂哦！
但是我愿意向零零恶魔出卖我的灵魂，来啊，出卖啊！你要给我出卖你的灵魂啦！怎么看起来像吉拿棒？然后连老师，连学校的老师哦，就是连学校的老师都说我长得很可爱，而且不止一个，而且不止从国，不止高中，从国中、国小就开始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怎么会有老师会说我很可爱？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太多人说我可爱了，所以我就很不喜欢，就是被别人称赞很可爱。可是直到现在才觉得说，代表你真的很可爱吧？嗯。然后到现在我才觉得说，不要讨厌被说可爱，因为可爱也是一种风格。就是应该是说。不是，是女老师，就连女老师也说我可爱。应该说，就是我不会讨厌别人说可爱，因为可爱是一种风格。所以我觉得就告诉自己说，你喜欢比较成熟的东西的话，那你就是要可以驾驭得了，可爱也可以驾驭得了成熟。哎，我问你，哎，如果我绑，如果剪短头发会怎样？短头发，是短头发吗？哎，你们如果，哎，你觉得我剪短头发会怎样？谢谢保护再送的剪刀石头布，可以外表可爱，内心成熟。零零短发，我的心会经不起，所以保护对你喜欢短发的女生，是吗？短发这样。然后我什么都可以耶，哎，玲玲什么都可以，哎，我什么都可以啊，我什么都可以，我就这样短发是，本丸说东方国家被说可爱是赞美，西方国家。就不一样了，真的吗？那西方国家如果说可爱是什么意思呢？长发控表示玲玲短发也可以，谢谢万能偶像玲玲。玲玲什么都会，为什么要加一个会？小会的会，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。今天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，给人什么感觉？我今天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今天，剪了这个头，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最近开始就剪了发型，然后你看，我真的就是整个就是被别人就是走在路上，别人就这样就看，不管是男男女生都是，然后还会有人跑来就是，哎，你有 IG 或来吗？怎样？我是因为剪了这个发型，就是桃花运变旺嘛，还是什么？因为小慧是短发，可是我刚刚那个短发跟小慧的不一样。我刚刚那个短发是，就是香菇的短发，可是小慧那是帅气的短发。连狗走过都会看你。西方国家不太能称呼可爱，通常是不漂亮的太子。因为，有一个电影嘛，还是什么？有一个台词是说，人要嘛丑，要嘛就是漂亮。然后不丑也不可爱，那就是也不丑也不漂亮，那就叫可爱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人要么有两种，丑，然后不然就漂亮。然后你称赞一个人可爱，就代表说他是不丑，但不漂亮。我不知道，好像是看过一个电影吧，什么的，他讲的。
写保护队送的剪刀手补。台湾通常说别人可爱是行为上面的可爱。我觉得日本的可爱就是真的是这种可爱，是真的就是这种可爱。可是台湾的可爱，我自己认为台湾的可爱跟，我自己认为台湾的可爱跟日本的可爱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台湾的都说别人可爱，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觉得那个人的行为是可爱的。可是日本是真的就是偶像的可爱，我觉得有差别。只有日本、台湾可以接受可爱的评价。对，好像是这样。日本的可爱很难理解。日本的可爱就真的是卡哇伊的那种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手布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的胜率这么低？会不会是我一直就是集中在一起猜的原因？是吗？我试试看，分开猜会不会好一点？这种赢蛮多的哎，我现在在猜拳，各位等等我，我快猜完了。不然操作系统会挡掉。今天比较容易赢，是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玲玲，玲玲是用指甲点猜拳的吗？对啊。你们不觉得这声音很好听吗？扣扣扣扣扣，铃铃铃铃铃，是谁打给我？谢谢保护队送我的剪刀手布，你送好多，爱你。我发现保护队这种照片是我昨天的照片，超级可爱，谢谢。自己说自己可爱，你知道我觉得我有时候很自恋，然后有时候又很没自信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双重标准，然后非常极端、非常矛盾的人。所以可能，我很没自信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好丑；然后我心情好，然后很有自信的时候，我就会看我自己跳的影片，然后看我自己的自拍照，看我自己什么所有东西，然后我就会自己觉得 ，Oh my god， 我被我自己的笑容给电到了什么的 ，Oh my god， 好自恋哦这样。挡掉了啦，讨厌。是要头发，耳朵好痛，为手机屏幕感到可怜。
好啦，我改进，我下次用那个这个点，我下次用这个点，就不会有这个声音。我下次就只用这个点。你知道我这边有一颗痣，然后我今天看到你呀、啊，因为你这边有一颗痣，然后他又用眼线点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这是用点还是真的？”他说：“本来就有痣，可是我用眼线点更深。”所以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痣，因为这颗痣。我记得杨丞琳也有一个儿子，然后他刚好也是在这，然后我想要点深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字还蛮漂亮的。谢谢口描回描送的荧光棒。好，我现在在猜拳，我等下把结果告诉你们。你知道我现在在猜拳呢、啊，然后全部几乎都是保护队，然后还有一些人，然后不然就是几区全部都保护队要破费了。没有那个扣扣扣的声音，我已经有改进了，这样你们就不会耳朵就不会很痛。好了。上小时绑了，要绑头发了吗？我刚刚才绑双马尾，我现在放一边。然后这是恶魔，然后这是天使。我现在在为刚来看我直播的人解说。上小时绑，小时绑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小时绑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没有上过，所以有改进。不是昨天才播，今天也有啊。有红包，哦，我刚刚有看到有红包这东西，可是我好像没有抢到。有红包会吸引很多路人，可以开始考虑自我介绍了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有上过小时，就是我之前有上过，应该那一次好像就只有一两次而已。然后那一次就是刚第一次直播，第一次直播超多人看。玲玲可以自我介绍自己了。你说用我昨天，用我昨天编那个日文自我介绍。我真的，我第一次直播大家都好奇吧？哎，我真的很好奇，我现在直播跟我第一次直播差别到底什么？哎，如果有人想要弄我的话，你们可以用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跟我现在直播并在一起，然后。就并成一个影片，然后放上去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玲玲的进步，或者玲玲改变之类的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说我进步，我的进步是什么，因为自己感觉不到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之前到底是有多糟糕。哈哈哈，可以呀、啊。Hello，天然呆玲玲的终极粉丝。为什么是天然呆？很呆吗？我昨天才见证过玲玲是可以可爱的。
回顾以前的时光，没有，我不敢看我，不敢看我以前的直播，连我现在的直播都不敢看，就我不敢看，我跳的影片还可以，可是我不敢看我自己讲话，我觉得很尴尬，又是直播。但吃芭乐这是始终如一，没有，那是因为芭乐是我从小最喜欢吃的水果。讲话有变比较稳，以前讲话很快。应该是说口才有变好，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口才超差，就是我一开始高一进去学校，然后就要自我介绍，我就是好害羞，我就总是会这种好害羞，然后再自我介绍，然后可是现在就变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婉玲，就完全都变了，就是我觉得我进来就完全都变了，就好像我变得口条比较好，比较会讲话。放心啦，你第一次直播 YouTube 可以重开，不要害羞。那时候还是穿白色的毛衣耶，我记得。大家可以去复习第一次直播。你们如果很闲的话，可以去看我第一次直播，有够尴尬。我然后我一直说好尴尬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这就是成长哦， oh， 没有，因为 AKB 就是成长型偶像，只是粉丝喜欢看偶像成长的画面的那过程。我没有说我要当第二女神哦，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从来就没有说我要当第二女神吧，是你们自己粉丝，你们自己。我说我高冷，然后你们说我低冷，然后你们就说我要当什么低冷女生什么，一下子就会扯到很奇怪的话题，现在不会了，很奇怪的话题，我已经忘记了奇怪什么。我觉得那个话题应该不是我自己想讲，应该是说我因为身边的人的影响，所以我睡觉，但不是我真的想讲。然后现在就变成说，直播就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不会受任何人的干扰。或影响，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容易被影响的人。你有妥协啊？妥协什么？甩锅？甩锅是什么意思？应该不是甩锅吧？应该是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改掉。嗯。第一人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想要，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说我喜欢性感东西，然后。或是比较成熟的东西，然后比较大家都说我不好接近，我很高冷。可是因为第一次直播很呛，又很尴尬，又没有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很低冷，就是根本没有我说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就叫我低冷女神。然后他们又说我长得很像林杰前辈，然后林杰前辈是刚好是高冷女神，所以他们就叫我低冷女神。有吗？落日一笑，我解释你有懂吗？还是我要再讲一次？是不是又卡住了？有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失敬失敬，低冷女神玲玲好。
没有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好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是敌人，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诶。没有卡吗？那就好。谢谢本周星梦送的荧光棒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定位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。拔乐杀手吗？还是什么？没卡，谢谢保护乐瓶送的乐，不是百变吗？哦，对啊，百变，百变零零，这百变啊！哎，我真的很佩服我朋友哎，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我们要选角色，我们要演戏，然后我朋友就叫我演女主角，我跟他说为什么要叫我演女主角，他跟我说，因为你的风格，因为你可以尝试很多风格，你是百变怪。然后我说："你竟然看得出来我是百变怪。"然后我说："好，OK，好，你说的。"然后我说："哦，那我就尝试最近开始暑假，因为暑假就开始最近有休息的时间了。然后我就是寻找自己的风格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好像是真的可以百变，就是百变怪，百变。谢谢小杰送的乐。"我这个房间还要持续多久啊？我是不是要把它拆下来了？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，我最近昨天晚上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你们想听吗？你们想听我昨天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？拆了，对啊，我要绑另外一个头发。事情好，我要讲。就我今天晚上啊，因为我最近，因为今天暑假，然后我都，因为我最近暑假，然后我都失眠，就不是说失眠，就变得很早睡，然后很晚睡，然后很晚起，就可能晚睡都一两点才睡啊，然后一两点睡，就算一样的时候算，但是我都睡到中午11、12点才起来。就睡到什么中午11、12点才起来，然后就，然后昨天晚上是因为我失眠没有睡好，然后我爸就去看电视，然后我刚好就是在旁边滑手机，然后我爸就转到那种香港港剧的电影。林安需要长发，大家很期待，有吗？我觉得我的赞数越来越少了。然后他就转到一个节目，他转到一部电影，什么忘记哪一部，然后反正里面就是有那个我的女神，反正就里面就是有邱淑贞，然后我就冲过去看邱淑贞演的电影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看，然后看一下就查一下邱淑贞之前演过的电影，她真的超漂亮的。超级学校霸王，对对对，是超级学校霸王。哎，你们有人因为我去看他照片吗？有吗？零零年应该可以变得这么漂亮。我觉得我跟他的脸型不同，你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吗？他的脸是尖，有点尖的，然后鼻子是有点微尖的，然后眼睛大大的。我觉得我不是啊。昨天去看了《爱保护队》，你觉得如何？而且我觉得。
我觉得我的心就是没有，我要叫你们看的不是他发生什么绯闻，我要你们看的是他演的电影，还有他演过电影的演技，还有他的长相，OK，演技还有长相。我只是看照片而已。好，我只是说我昨天看他电影看到很晚，没事没事没事了。然后他今天的乌龙面加的汤很多，应该只有我直播会讲说我喜欢哪一个人，真假？你从小看到大？好像也跟我差不多年纪吧，然后她女儿也很漂亮，Hello，林轩宇妹妹，你的学生证找到了吗？轩宇，轩宇呀，轩宇，你的学生证找到了吗？还有你们说的电影我完全没看过诶。我喜欢看那个，没有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找到，你找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开学了吧。很烦呢，你跟你妹借啊，你妹没有学生证啊。不然我们来聊电影好了，找不到重办，那就赶快办啊！我们来聊电影好不好？我妹才5岁，玲玲，你礼拜六要出什么？再复习一下：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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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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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知道我要出什么，你知道他的变魔术要这样，不要说的用笔的，谢谢保护对送的剪刀石头布，惨了，我看不懂，看不懂什么，没关系，看不懂就看不懂，我乱笔的，我也乱笔电影最近都没看。我推荐你们一部电影，它是在讲述追寻爱与梦想的故事，然后它是一个真人演的，它是真人演的，然后它是以一个歌舞剧的方式呈现的。那一部的电影名叫《La La Land》，越来越爱你，然后那个越不是那个音乐的越，还有我那部还没有看，还有一部是。要去看电影吗？我没有，我最近才去看，而且最近有什么电影可以看？打喷嚏吗？打喷嚏我也看过啦。啊，不然要看歌舞剧，对，它是用歌舞剧的方式呈现的，然后还有一部是，那一部是我从。
因为邱淑贞是性感女生啊，而且，好像还有一个是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看过，但是我其实我没有看过邱淑贞演的电影，我只是单纯觉得她很漂亮。然后还有一部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的一个美国吗还是什么，但是好几年前的电影是《巧克力冒险工厂》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没有，为什么现在留我几岁？我现在16，15、6，哪有啊？18还要2年呢，哪有1年？你在搞什么东西？而且我觉得我很乖，就是我真的蛮乖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够了，我刚聊到哪？我刚聊到《巧克力冒险工厂》，然后你们跟我聊到晚龄未满18岁。够了，我现在在聊那个《巧克力冒险工厂》。然后我最喜欢里面，然后我去查过《巧克力冒险工厂》里面。我去查《巧克力冒险工厂》里面的那个演员的角色分析，还有他的演员。然后，王少平说：“好，继续，好，我继续讲。”然后里面就他在想说，那部电影在讲说，也希望小朋友反映现实社会这样。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很爱家人啊什么的，可是其他的小孩子就是很调皮又不懂事，自私啊什么之类的，或是公主病。谢谢命送的布，我终于看到一个除了今天随便截图都好看，看啊，好哦。论社会问题哪一类吗？他也不是哪一类，就是他在讲说一个小孩子，然后他的爸爸是我，不然我把他全部的电影情节要讲一次好了。就是你们没有看过《巧克力冒险工厂》吗？那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，我没有看过吗？好，就是那个男主角，就是那个不是那个男主角，是那个巧克力梦不搞那个工厂里面的那个。老板是那个，他爸爸是牙医师，就是帮忙别人治牙的。然后，可是那个他的儿子就是巧克力梦工厂里面的老板，他很喜欢吃糖果，什么万圣节的时候啊，都会跟别人去要糖果什么的。然后他爸爸就不想让他吃糖果，然后就帮他做了一个特制的牙套，让他不能再吃糖果。可是他还是继续吃。然后就受不了了，然后就逃离家里，然后去外面流浪，还要去外面流浪，然后他就去发明或是研究一些巧克力或是糖果的东西，然后又自己开了一家工厂，然后他就在工厂里面雇了他那时候就是失散在家，就是在外面。找到的一些小小人，然后那些小小人就是他的员工。他的员工，小小人，然后就是在那边工作，然后他们有不同部门，有巧克力部门啊，巧克力牛奶部门啊，然后口香糖部门啊。然后坚果部门啊，就是很多，它里面的巧克力梦工厂里面就很多部门，可是就是那个，对，就那个老板的名字叫威利旺卡，就是那个工厂里面的老板叫威利旺卡，
他的有一天，那个小小人就是他的员工，帮他在剪头发的时候，就发现还有一个白头发，然后他就惊觉说，好，都过了好多年了，然后我都已经有白头发了，是谁要谁来继承这个巧克力梦工厂？然后他就对外面寄出了一个讯息，就是我现在要。在那个巧克力的包装里面放了一个金奖券，然后那个买到那个巧克力里面有放金奖券的人，就可以去那个巧克力梦工厂参观，参观，然后还可以得到一个礼物。然后那个好像这我书就读过，电影倒是没看，你可以去看那电影，那电影很好看。然后你好像有六个小孩，是五个小孩，我忘记是五个还是六个小孩了。然后，我就把我记得跟你们讲就好了。有一个小孩是胖胖的，然后很爱吃巧克力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很爱吃口香糖，然后可是那个小孩就是什么我都要第一名，然后我就要得到很多奖。然后我什么都要得第一，然后我就是他就是一个很自我意识很强的人。这电影说了很多次了，五个。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公主病的小孩，然后那公主病的小孩是一个就是漂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因为她爸妈很有钱，然后她能得到这次的金奖券也是因为她爸爸。召集了他所有的员工，然后猜那个巧克力，然后看里面有金奖券，因为金奖券是很少很少才能看到，然后请雇佣了很多，因为他家里有钱，所以就雇佣了很多员工猜那金奖券。然后如果拿到了金奖券就要给他，如果没有给他的话就是会被罚什么，反正就是因为他爸很有钱，就是用了各种方法得到那金奖券。然后第四个是谁啊？第四个是谁啊？哦，第四个是很爱玩电玩的小朋友，然后第五个是男主角，然后那个男主角他孝顺、懂事、听话，然后又幸运，然后又爱，就是又顾家，然后懂事这样，然后最后那五个小孩就抽到金奖券，就准备去那个巧克力梦工厂参观，然后里面就有一个，他们都会带他们的爸妈去嘛，然后。就去认他们这五个小孩，就去很多部门参观，然后最后那些因为那些小孩子太不懂事、太不听话了，然后就那个就在反映社会一些，一些人的个性啊，跟他们一些不良的地方，然后导致他们在参观一个部门的时候，他们犯了一个错，然后被什么吸到另外一个，被吸到管子上面去啊，然后就变另外一个人啊，或是。误吃的一些还没有发明好的口香糖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很胖的人啊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都变成说什么哦，全部都垃圾啊，然后全部都变什么身体变形啊之类的。然后只有唯独那个听话懂事的小孩子，他没有事，他安然无恙。然后他得到的礼物是可以继承巧克力梦冒险工厂的资格，可是他却不要。他却就是选择了，就是留在家里，然后那个威利旺卡，就那个老板就很好奇，就说为什么我留给你这个你不要？然后他最后那个男主角才告诉他，因为家人比较重要啊。就在讲那一部电影，好像也在讲亲情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说特别好看，可是我就是很喜欢。没有，我真的很喜欢那部电影。还有《铁达尼号如果是你想继承吗？我会想继承 可是我会害怕自己没有继承好。我应该会想要继承，然后用我的能力，然后赚钱，然后让我就是给我爸妈这样，
所以也算是另外一种孝顺吧。因为那个电影的里面的男主角是选择留在他爸妈身旁，可是哎不对不对，可是因为没有卡的地方是那部电影是说他可以继承，可是他不能去看，他不能带他爸妈一起进来，然后也不能去看他爸妈，就变成说你要永久居住在这个梦工厂里面。所以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不会，我应该是不太继承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不能离开这里，然后我也不能让我爸妈来这里，我就觉得对，就是这、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。哭什么啊，所以我应该是不会继承啦。因为为什么不能让爸妈来啊，好痛，梳子好痛。还有一部电影是那个、啊，那是我国一还国二时候的电影，那部电影的名字是《怪奇孤儿院》，有点不喜欢那种教小孩子乖乖听话的电影，也许只是我叛逆，不是吧？他也没有要教小孩子乖乖的啊。他在讲述亲情，他也没有说要教小孩子乖乖，可是有领悟力高的小孩子看了当然就会变得很乖啊，领悟力低的话就不会。我觉得我领悟力蛮高的、啊、就你跟我讲什么我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。你看的电影类型也太多，不愧是百变怪玲玲。我看电影类型有很多啊，其实我也不太懂我喜欢看哪种类型，因为有一次祖祖他就问我说你会看电影吗，我说会啊，所以你就看哪种类型，我就答不出来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看哪一部类型，就是我喜欢看哪部类型我也不知道，欧美的吧。哦、oh, 对，我有看过《怪奇孤儿院》，可是我忘记《怪奇孤儿院》是在讲什么了，所以我不能分享给你们听。奇幻类、科幻，我应该喜欢看欧美的，好看哎、欸。拍国剧、国片也不错，可是有一些国片的素质有点让我觉得欧美的好看，欧美的好看。谢谢，谢谢宝特瓶送的星之冠。我现在在练习 week， 可是我真的不能，我真的不会 week， 好难，会抽筋。还有什么电影可以推荐给我？我想看电影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个设计师啊，他也知道我在直播，然后他好像有看吧，他好像有看我直播，还是看我 po 文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哦，我之前的发型很没有造型，很没有型，就是前面就是一撮头发直接下来，
他觉得这样不好看，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要帮我就是用一个型，所以他就帮我这边剪短一点。意思到底好看吗？谢谢宝特瓶送的荧光棒，犬鸣村是什么电影吗？我都没有听过。你们会看那个吗？影集吗？影集。就是美国的影，是那种影集，就是一小集，一集可能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大魔术家、大艺术家、大艺术家、大娱乐家吧，大娱乐家。我不喜欢恐怖电影欸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真的会，我真的会怕，我真的不太喜欢恐怖片。我觉得通常男生喜欢剪刘海的，应该是那种软萌妹感觉，可是我好像没有。太强了！沉默启示录，我不太看日本的电影。我觉得很好啊，是玲玲还没有习惯，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习惯吧。我吃完了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挺寒前辈他们要随身携带小剪刀，因为可以剪刘海。只能中分啊，因为我是刚试造型就是中分，所以我只能中分。今天没有拔了，我因为我今天钱袋不够，啊不是啊，但是我昨天才吃，你们今天还要吃哦。衣服蛮显瘦的，没有啊，是因为今天是穿紧身，就是因为今天是紧身，它是下面是。
吃了顶级芭乐，所以我今天没钱。可是我觉得我可以买我家附近那只要50块的甘草芭乐。可是我来看一下我钱袋够不够，看一下。因为我最近在网上订很多衣服，所以我的钱都没了。我一下，我看一下我钱。看雷吃芭乐也是本台特色，我吃芭乐有什么好看的啦？有哦，我今天有50块，可是我不知道我，我跟你们讲一个在直播赚钱的偶像，我跟你们讲一个我昨天回家，就是走在要去捷运站路上发生的故事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听吗？你们要听我昨天在捷运站发生的什么故事？就一个很惊险，可是又很好笑的故事。而且我不是在第一次，我不是第一次在直播赚钱的。因为第二次了，听好，就我昨天直播完，要走去搭捷运，然后走着，然后我后面就跟来一个女生，然后她就问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国父纪念馆要往哪里走吗？”然后我想说我不知道国父纪念馆往哪里走，所以我就跟她说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她说好。然后他继续跟着我走，然后他就继续跟着我走，然后他要问我第二次说你知道国父纪念馆在哪吗？问我第二次，我就说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可能又去问别人吧，然后反正他就一直跟着我走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心里偶尔想说这女的是有什么毛病，为什么一直跟着我走？对，好像是在后面，我现在很惊悚。他就一直跟着我走，然后到了一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慢慢走，然后我就让他走前面，然后他就走前面，我就心想说你这女的还好吗？然后到了捷运站，他就停下来，他就跟我说，对，妹妹，他就说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吓到你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我吓到你了。我说怎么办？然后说对不起，我是台中人。我不知道往哪里走，我不知道国父纪念馆要往哪里走。我刚问路人，然后他告诉我往这边走。我说这是捷运站，他说你不是要到国父纪念馆吗？他说哦，对，我是要搭捷运。我说 OK， 好 OK， 好。然后我说好，我误会你了，傻眼对不对？我傻眼。哦、我想上厕所，很有趣吗？我想上厕所。我要上厕所可以吗？我想去厕所。我想去厕所，好，去厕所。
想我。地板，对不起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的新秀选票。Hello，粉丝很幽默呢。你们很幽默哎，你们真的很幽默，你们真的很幽默。吴小姐先借我50块，我要去买吧。那是我的，我也要买好吗？Hello，你们到底干嘛？我已经回来了，你们要跟我聊天。我把最后一口吃完。玲玲好多发夹，不是啊，我也没有很多啊，就最近买比较多。好咸哦，我要喝水。你随身带那个梳子有点太大，我要买小的，可是我觉得小的难梳。不是，真的是我每次买都每次不见，所以我就不敢买。没买美不见欸，傻眼，怎样？你们可以开始念，我可以开始一层一层直接一个发箍好不就好了？不要很丑，发箍很丑。一层一层，可以先绑给我吗？我要念绑。不要，鲨鱼夹是洗澡用的欸。我在思考我要不要用，还是不要用好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绑任何东西直播了。发票一堆欸，你知道吗？发票永远比零钱还要多，发票永远比零钱要多，快速速口，对。
记得分我什么中什么奖。哦，你说发票中奖吗？好啊。口红，我要涂我的口红。好吧，算了，没有带就算了。吴小姐，待会我们去，你是谁啊？林婷丽来了，妈，你要买芭乐吗？你要买来给我吃吗？婷丽 baby， 晚安，今天辛苦啦，送奶我看得很开心，谢谢。婷丽宝贝，你要来吗？好想你哦。我在休息，哈哈哈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你赶快休息，赶快休息啊！听你感冒哦，阿丽辛苦了，好好保重身体。你不是前几天才出去玩吗？婷婷不是前几天才出去玩吗？玲玲要多陪阿丽，好哦。啊，我也要人陪啊！我也要人陪啊！我也要人陪，我也要人陪，我要人陪。回来就回来就感冒了。哦，对啊，最近疫情又开始。最近疫情又开始了，你们要出门在外要多戴口罩，然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。最近好多全员感冒，你们也要注意，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健康，因为最近疫情才开始。是一层，你是写好了没？我要念榜了啦，我今天忘记带我的手机过来。另类疫情，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，哇。第五八名是吴呱呱，谢谢吴呱呱。第七名是宝特瓶，谢谢宝特瓶。第六名是一层，谢谢一层。第五名是命，谢谢命。一层刚刚写了哦，好哦，谢谢，谢谢玲玲，谢谢玲玲，不会，谢谢宝特瓶，谢谢新鲜柠檬。谢谢萌狐萌送的初心者徽章。
今天玲玲也辛苦了，保护队也辛苦了。第四名是小杰，谢谢小杰。第三名是落日笑，谢谢落日笑。为什么要改笑笑？落日笑笑。第二名小星，谢谢小星。第一名是保护队，谢谢保护队。嘛嘛嘛嘛嘛嘛。我要练 week 吗？哦，我这可以练呐、啊，这要怎么练呢、啊、？Week 要怎么练？今天迟到几分钟？今天没有迟到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准时一点半关，不，准时九点关播。对，我今天会准时九点关播，因为我刚刚没有迟到。嗯，然后。哎、欸，我发现 week 对我，然后我会想练 week 的原因是因为拍照好用，然后跳舞也好用，然后跳舞的时候可能会对镜头这样，然后我就想用一下。我刚刚讲错了，不是一点啦，是九点啦，深夜开播吗？深夜一点半，然后深夜开播。我撑不住。好了，30分了，要拜拜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好哦，拜拜。